先生不敢走过来，你怕还是嫌麻烦对吧？我昨天去问我的妈，我不是八千生的，所以我们两个人无血的关系。娶某前生囝后啊，啊，即摆定落来是好彩头。老大，你丢丢啥啦？啊，紧过去，把一个手牵起来，用戒指甲套牢，紧的。金贤君，你若是无想我一世人看袂起，提出你的气魄，为了家己，为了子女，勇敢一辈。芷琳，真是嘞，我大丢头啊！也不过，不是因为我怀疑咱感情，是因为我在想，我是不是有能力，会当让你挖苦一世人？是因为我在想，我是不是有把握，会当让你一世人幸福、快乐？是因为我在想，我到底要怎做，才能让你妈甲阮妈会当清楚了解，咱两人做伙。是一世人注定好的，所以我一时头壳才袂清楚，一直到你用坚定的眼神看我，我才醒过来，有啥物通好惊的？只要你伫我的身躯边，啥物困难拢毋是困难。不管什么人，什么代志，都无法度甲咱分开。得到所有人的祝福，甲认同。我也有真多爱，我也有梦。我感谢有你陪伴的每一天，虽然也有伤悲。我也愿意。好了，我看事实嘛，别讲啊，一切现在不严重。今嘛，有我跟倩倩做你的证婚人。我今嘛宣布，金彦君先生要陈子霖休假，从今天开始，您就是阿婆啊。祝你们白头偕老，永远恩爱幸福。您会当
当亲吻对方啊。露天总有淡薄坎坷，那为着你的笑容，我的心无后悔。谢有你陪伴的每一天，虽然也有伤悲，也会不甘。我到底在做啥？我今日要穿啥的？神父，我要告解。你要告解啥？神父要驱魔，要驱魔啊！学你的大头，你是猪，你袂当讲话。好啊啦，恁两个人莫搁闹啊！既然恁已经认定对方啊，所以来就是爱清楚双方情人的事实啊。恁唔免着急去登记啊，就是安尼啦。先去度蜜月，等找蜜主食饭，燕君你就会当公平正大对子玲负责任啊。迄饭吼，着大来甲炒落。用桂梅茶更加好吃哦。